2:10，第二个小时的飞流一点，我是玛丽。嗨，我是欧马克。周末来临前，你在做些什么呢？这个周末你要去哪呢？你要干嘛呢？我就这样。Sharon 关诗敏再加上了 Karen CC， 别弄花我的妆。你怎么想？那又怎样？我做自己最爱的样子、Don't need your love, don't need your touch， 别让那些黑人拉房子，我们做好自己的尝试、像是真理比保持美丽 You can't hurt me Look at us down where we made it 胜利就在我们的眼前 Where my goals at, where my goals at 自信就是我赢的方式需要什么把那王子 Yeah.
本周呢，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蜘蛛人》。嘟嘟人。然后那个蜘蛛人呢，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蜘蛛人的人，不管是真人演的也好，然后动画的我也都没有看过，所以，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蜘蛛人，所以原本我有点紧张，想说哈会不会有很多不懂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一些细节，你可能想说，为什么啊？可是那个不干扰你看完整部电影，哇！蜘蛛人，我蛮好奇你的那个观影感觉的。前面的时候比较难进去，因为我想说到底谁是谁，因为那个，因为我对于蜘蛛人就想说，蜘蛛人就是一个男生嘛，啊，就是一个在校园他去参观，然后被咬到就变蜘蛛人，所以我知道有人跟我先跟我说，这个动画呢，蜘蛛人是有这个宇宙是有很多蜘蛛人的，可是就算我理解这件事情，可是我看的时候跟不上，所以就想说他是蜘蛛人，那他怎么变？他也是蜘蛛人，他也是蜘蛛人。那他为什么？谁是蜘蛛人？直。对，那他为什么是蜘蛛人？那为什么他说？但他为什么不能跟那个蜘蛛人见面？就是我为什么？那他们是平行宇宙吗？还是另一个时空？还是他以前的人呢？就是很多的困惑会让我前面有点难。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听到那个旁边一起去看的朋友，他就是有看过的，他觉得他反而会觉得前面交代太多了。哦，是。可是对于我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来说，前面那个交代反而是比较让我知道哦，他到底在干嘛这样子，蛮好看的，啊。我喜欢里面很多很多其他的蜘蛛人、蜘蛛猫咪、蜘蛛暴龙，好可爱哦！而且猫咪吐蜘蛛丝啊，是啪，是吐东西，吐毛球啪。Oh, work and no play, make a check, don't boy, 一定不乖，你多个小子便秘都拉不出来，像皮钢像你那不开。所以你之前是有看蜘蛛人的嘛？但是你没有看过动画的蜘蛛人这样？动画的没有看过，嗯，对啊，所以他这一集其实是跟动画接在一起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还是会知道说，哦，原来动画之前好像那个可能在讲什么，就那个平行宇宙也出事了，他们就拯救了整个平行宇宙之类的。对，那最原始的蜘蛛人就。哦，我们现在就活在地球啊！哦，我们就知道我们地球有个蜘蛛人啊，就是逃避麦奎尔嘛。所以我们就是活在那个。就最早我就知道这个，然后后来会知道说，哦，那个他不想再演了，所以就换成 Andrew Garfield 嘛。哦，你要讲这么实际现实？就不想哦，就是哦重拍啊，但是故事都是一样的。可是后来漫威就开始他的宇宙也开始开展了，就开始他们就有分队啊，然后蜘蛛人也加入啊，然后觉得就会跟不上了。吕世轩，低电量。可是阿妈低电量，低。I'm a D, 电量 D, D, 电量 Cause I'm a D, 电量 D, D, 电量 Cause I'm a D, 电量 D, D, 电量 Don't wanna fade away Yeah, 电量在你的各位 So loud you gonna make Yeah Don't wanna fade away Yeah, 电量在你的各位 So loud you gonna make吕世轩的低电量。光线的国度有个地下总统，他用指尖的节奏改写了潮流，他住在我的脑中，掌控我的念头 ，Mr. Yoma。不思考，非作闹，让感性决定心怎么跳。我们靠右脑，让理性好好睡觉。Now， 跟我向右走 ，Watch you break the flow。向右走，一起大喊 Go， 跟我走。
这些的苹果开启了最新的演奏，咬一口，穿越了时空，这不是打扮牛顿，开始奋不作such a road， 不思考，非做 now， 勇敢心决定，心怎么跳，我们靠右脑，让理性好好睡觉 now， 跟我向右走。创一个新宇宙，更新梦，快心经，我欢迎你的加入，超级人的国度 That's a world， 跟我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神出鬼没，让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新鲜玩一朵，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新闻好多，不过爆笑才料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哇，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心情说寂寞，生活2:2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他是林宥嘉，美妙生活。好久好在不
你有没有好好过你的生活呢？最近这个病毒啊，感觉又在袭来，就是我朋友在之前两年中啊，全部都全身而退，非常健康，却在此时此刻确诊了。不只是确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感冒，希望大家顾好自己的身体，才会有美妙生活。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him, You're.See, I know that you really care. Cause any obstacle come, you well prepare. And no, mama, you never shed tear. Cause you have to set things year after year. And you give me.说到美妙生活，可能很多人在下班后，你觉得最美妙的生活就是完全的放空，头脑不要动，让所有的 YouTube 影片、让影集、让电影塞满你的生活，那就是一个美好生活，谁都不要打扰你。看影片，我最近迷上看一个人影片，谁？看他的笑容，我真的是谁？好喜欢李多慧哦。哦，你说。乐天的啦啦队啊，对啊，他为什么这么可爱啊？哇！我被他的那个，我不管他的笑容是特殊训练过的，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哎！他吐小舌头跟对我笑，我都受不了。那因为他。会自己拍 vlog 嘛，他就是有时候来台湾啊，然后就自己记录。那因为他就会有那个中文字幕，所以你会很容易进去，你就看他们开车。然后我觉得他非常擅长一个人自言自语，然后他的自言自语好有情绪起伏，就是你完全可以跟着他的情绪在走，他的喜怒哀乐，那个真的是。让我很困惑哎，就是哪里困惑？就是是真的还是就是我边看边很喜欢，可是会边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你说太美好了是不是？太美好跟那个太像在看动漫，就比如说会有啊哈哎，就是哦，可是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很假的东西吗？但是我就好喜欢他的，很奇怪。我那天就看到他，就是又要来台湾工作了，所以他就在打包他的行李。那他就自己在那边说，哦，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台湾的其他啦啦队女孩都很好奇，我都在用一些什么样的彩妆品，所以呢，我想说，那这次我就买很多很多的，可能是眼影盘或什么的，因为他用泡泡纸包起来说，那我就去当伴手礼送给他们好了。所以他就在开他那个大行李箱，嘿，就是要打包。把它塞满满，然后说眼影盘去，然后就眼影盘就是有点摔，他说眼影盘不能破，然后就是那每个表情都很可爱。哎呦，然后应该没事吧？然后嘿嘿好，然后就拉紧盖起来，哦，又要第二个行李箱，装不下了，再把它打开，好，这样刚刚好，就是。难怪你这么喜欢白雪。白雪有也是这个样子吧，会是自我对话，然后发出一些奇妙撞声词。可是他撞声词就是要跟我们熟了，他才会像昨天什么我的汗哒哒哒哒哒流下来。可是他一个人在录影，因为白雪上周末他自己开了直播，那直播看起来还是会比较紧张，就是那个动作也不会那么多，不会有那么多灵活的自我配音跟滴滴答答。就嘿，好，出发啊，相机忘了拿。我好怕好怕，逃不了你的。
爱大大逃杀。没常常说情话是没放心上，每次说你好话要小心有诈，最骂鸡的吉他也被你绑架，随时任性下杀千刀万剐，年华多名连环打了又打，死党更改经常放了又发，整天圈圈叉叉累不累啊，不如痛痛快快给我一枪，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逃吧逃吧，我真的好傻好傻好傻，越爱越嘎嘎，你爱的好傻好傻好傻，我好怕好怕，逃不了你的必杀绝杀，爱大大逃杀。说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录啊，对啊，你也可以这样录啊，然后你也可以度到那生活，或是说你说白雪可以，然后有人说因为之前会跟悠悠出去嘛，然后悠悠也是会这个样子啊，不然你们讲这些话的人是绝对没有看过我们三个人半夜在群组连线的，三个看起来就是很糟糕的三个人，为什么就很糟糕？就是很烂软啊，然后没有化妆啊，然后倒在那边啊，虽然是三个阿伯在镜头里面，三个阿伯好像没有活力啊，没有活力啊，不是啊，但是现在你要录 vlog 你就会打起精神来啊，就像你们 travel vlog 就会很开心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的 travel vlog 做不到那个定点欸，那个定点会有个点啪嗒啪嗒啪嗒，它会有个打击到你的心，是有节奏哦，对，不然就是他可能他很知道要怎么抓他影片那个节奏感，配合他知道这边是我要给的东西，我就把它剪进来这样。可是大部分我们出去玩，我们还是顺着我们的心，就是哎哎哎，这样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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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说到 vlog，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澳洲的旅游影片啊？哎，对耶，差不多这时候可以看到欧小柔的表现了吧？欧小柔做热气球，呜！I think I did it again. I made you believe.We're more than just friends. Oh baby, it might seem like a crush,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m serious. Cause to lose all my senses, that is just so typically me. Oh baby, baby, I did it again. I played with your Dreaming away, wishing that heroes they truly exist. I cry watching the days. Can't you see I'm a fool in so many ways? But to lose all my senses, that is just so typically me, baby. Oh, I did it again.With your heart, got lost in the game. Oh baby, baby, oops, you think I'm in love, and I'm sent from above. I'm not that innocent. Before you go,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have. Oh, it's beautiful. But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Yeah, yes it is. But I thought the old lady dropped it into the ocean in the air. Well, baby, I went down and got it for you. Oh, you shouldn't have.
int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All the bad girls B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这个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B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B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B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这个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展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有没有感到心情放松？有没有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转动。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Turn around, dance around。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一浪一波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动不动，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在这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了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者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B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B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Arya. Come Pen Wan Deng Nixon, Come Bi Benson, Pen Bi Wanson, Wan Bi Dixon.Next three sins go! Next three chance day! Let's go! One, two, three, four. Hey, 有位帅哥开着一辆敞篷的宾士，一手握着方向盘，还一手拿沙士，又飞过一辆闪闪发亮的比零，我却站在人行道上领导令。心中都有一辆梦幻车，不要跟我说它只是代步的工具，引擎发动之后就有人车一体，赶快踩下油门带我天地飞行。轰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拉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一瞬间踩下油门去后清风乘风冲冲，让窗外的风吹动每一个毛孔，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让看到的人以为是梦，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风敲醒每一个面孔，我是明天被赞叹的惊悚，让看到的人全部感动。听到100K only 四秒钟，红灯停，绿灯行，看到行人要当心，快车道慢车道，平安回家才是王道。开车不是骑车，不怕没戴安全帽，是怕警察哔哔哔叫我路边靠，哔哔哔哔哔大灯忘了开，哔哔哔哔哔驾照没有带，哔哔哔哔哔偷偷讲电话，哔哔哔哔哔没系安全带。我的梦幻
换车子就是最辣的美女，有她陪伴哪怕车上只有收音机，我就像只野狼身上披着羊的皮，我的心情好比开着一架战斗机呀、啊！轰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那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一瞬间踩下油门，吹后紧绷，乘风冲冲，让窗外的风吹动每一个毛孔，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让看到的人以为是梦，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风敲醒每一个面孔，我是明天被赞叹的惊悚，让看到的人全部感动。听到100K only 四秒钟。嘿，警察先生，心情看来还不赖，面带微笑问我车子怎么这样开。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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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时疏忽还请大人多担待。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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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宿命道里面说不可能会有这首歌。宿命道是什么？就是那个瘦子跟 Ella 演的啊，瘦子就是一个开救护车，然后就是也是应该是可以开很快的那种，就电影哦。对啊，对啊，对啊，很快速啊，宿命道。我没有乱讲哎，这是真的，有这部电影哦。有点想听瘦子唱这首歌。轰隆隆隆，冲冲冲冲。真的好想听他唱这个。红灯行，绿灯停。其实我觉得应该会蛮赞的。如果今天有机会跟瘦子去 KTV， 你要记住，这是你的清单上面要点这首歌，请他唱。他看起来是会接受我们控制的人吗？不是，就是拜托嘛。我说跪下来是不是？跪下就有用吗？你到底在想什么？不是，当然都是假设能够跟他当好朋友，拜托拜托，就跟他当好朋友的话就没差吧，就会唱啊。2:4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我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不是2:00到4:00，1:00到3:00在这里陪着你。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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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撑过头了。这首歌曲这礼拜他也有来，他是 Jamie 跟凯尔的合作 X。Lesson that we'll learn, yeah. 100 tries and my fight never go, yeah. 想老让人太多，只能你想你坠落，难道这是我的困惑？ I'm learning how to let it go.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亿万富翁在旅途中教会我的是，哎，你多吃一点 啊！今天这一餐我请客，你吃到撑破肚皮也没关系。富翁呢就这样对这个江局长说，富翁这么说啊，让江局长有点哑口无言，因为我们现在在饭店提供了自助吧早餐。什么意思？而这个自助吧早餐呢是免费的。预约住宿的时候啊，我是有两个必要条件的，一就是要包含早餐，第二个呢就是要包含 WiFi， 因为一定要有 WiFi， 老师才可以用 iPad 看股市，所以 WiFi 是他的必要条件。而早餐呢是我的必要条件，因为万一没有吃早餐，我会很担心说附近没有饭可以吃该怎么办，我就要饿肚子了，所以呢我都会先确认好。可是富翁竟然在这个时候开玩笑说这顿开他请客，他看我又在嘀咕，他就笑着说，哇，很吝啬对吧，好讨厌哦。自从呢踏上这段旅程以来，这种情况不止一两次咯，我就是保持沉默看着他。那富翁就接着说，你应该常听到说什么赚钱容易守财难这句话吧，这句话呢 是对的。你以后啊，你要是赚大钱了，你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纠缠，这个世界非常可怕。哎呦，好像富翁要讲什么理财观念啊，我来听听，我来听听。我炒股赚大钱的事情啊，透过报纸、电视，还有自己写的书啊，传开来之后啊，我渐渐感觉到周围有很多人对我抱持着期待啊，好像只要认识我就可以赚钱，跟我套交情，我就很爽快掏钱出来借他创业，提供旅游经费，或者是呢是随意借钱啊帮人应急。哎，这真的很奇怪，好像啊就是你跟我套交情进到 KTV 包厢就想要让我唱超跑情人梦，这是一样道理，没有道理的事情。我把嘻哈卖了个好价钱，跟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好啦好啦，这件事呢他会觉得，就是其他人就看到有钱人就会觉得，哦，反正你这么有钱你就借帮一下，这小对你来说就是个零头而已啊，挡一下啊。有人呢如果无法从我这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会毁谤你，会怎样你知道吗？这富翁真的是他其实很穷啊，根本没有钱啊。我会发飙，我会发飙。你说借钱不成反发飙吗？对啊，真的很糟糕。哎，不过我不会毫无理由的借别人钱，不是因为我讨厌花钱，我不借人家钱啊，是因为这么做会搞砸一个人。富翁说，由别人免费提供的钱会搞砸一个人，那些钱呢会像病毒一样渗入灵魂当中，让人认为啊不努力就得到收获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吴玛丽的座右铭吗？不劳而获。如果你随便给别人钱，就等于夺走那个人的能力。这不是团长能力吗？哦，今天好像状况不好啊。虽然啊，对于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来说，那笔钱能够救命，但如果只是因为亲近啊，因为是亲戚，你就一直给钱，你这样绝对会出问题的。人就是这样啊，你坐着就会想躺啊，躺了就会想睡，看到好车会想买，看到美食想要吃，比起工作，任谁都更喜欢玩乐，你知道吗？这就是放纵。即使我身上的财产啊，足够让某个人一辈子不愁吃穿，我也不该那么做，因为那等于永远夺走对方自己判断、解决问题和赚钱的能力啊。搞不好你不见他，他一辈子也没办法习得解决问题跟赚钱能力。是没错了。但是我借了他肯定没办法啊。就是我借了他肯定没办法，我不借他有可能有办法。那当然就是这个赛局当中，我没有道理要借啊，我借的 pay off 是零啊。好了。不借钱就发飙不借钱就心情低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尝过金钱的滋味之后呢，许多人就不愿意再回去吃苦耐劳了。而且啊，许多体验过奢华生活的人，就算经济情况哎呀已经走下坡了，不如以往了，还是想要借钱干嘛你知道吗？玩乐、躺平、什么精致穷啊，这三个字不是我自由发挥哦，是他真的写在这个书里面哦。这三个字叫"干大事干大的"。
只想着用投机的方法赚大钱，却不愿意努力的好好工作，轻易到手的钱呢，就会让人养成坏习惯。不行，我们只能养成好习惯。没错，这种坏习惯呢，会堆积成债务。所以，如果你已经习惯花钱啊，就是大手大脚的啊，就算欠债呢，也不会减少花费，反而会觉得哦，理所当然啊，然后钱就是要这样花的啊，然后你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觉得啊，这只是一点点的享受，这就是基本的吧。反而呢，就会害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负债累累啦。用经济学的用语来说，这叫做吉伦效应啊。人的消费习惯啊形成之后会有不可逆性啊，这就是什么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嘛，就是我已经习惯这个样子了。老实说，如果某个上班族的月薪是500万韩元，哦，韩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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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因为某些原因辞职了，那在重新找到工作之前，你就要将每个月的花费降到最低。可是消费习惯又没有办法轻易的改变啊，像是什么子女的教育费用，你不能降吧？嗯，然后心里面觉得，哦，这个不能比别人差啊。嗯，我就听着老师说的话，想到债务也是一种分身，只是债务是坏的分身，好的分身啊，可以钱滚钱的好分身，可以在我休息或玩乐的时候替我工作创造财富。坏分身就在我睡着的时候偷我的钱。对，因为他会吞噬我的财产，这就是可怕的负债啊！原来老师想要告诉我的事情就是。原来现在的我需要降低消费，我们不能为了维护自尊心就想要坚守以前的生活，要趴得够低，才能够一边克服危机，一边探索未来呀。2:57，飞碟有一点，最后的送的歌曲呢，来自 One Republic Run Away。我是玛丽，嗨，我是欧马克，祝福大家美好周末假期。我的养成好习惯呢，刚好今天有一集的免费集数，其实就是在讲怎么样帮你把钱存下来更多。6个罐子理财法，来自于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啊、大家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养成好习惯听到哦。Right now, let's just run away. All that talk is killing me.